现在生存才是第一位。我总是要找份工作混口饭吃的。我爸爸当年还在建筑工地干过活呢，我有什么不能做导购员的呢？最重要的是，还是在陈明百货当导购员。你回来了，来来来，你今天工作累不累啊？来来，快走快走。严丽，我有一个小忙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呀？不行。哎呀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呢，我不是去找工作了吗？然后明天要面试，面试一定要在总部，总部在高新区，我坐车坐不明白，你可不可以送我一趟呀？我明天没空。哎呀，严丽，作为一个大龄失业女青年，我现在需要的是家人的关怀、朋友的关心、市长的鼓励。而且，如果我一直找不到工作的话，我就要一直这样白吃白喝白住的住在你家，你说烦不烦？烦，烦透了。不说话，就代表你答应了。嗯，谢谢你。晚安。你好，我是来应聘的。您好，请这边排队。好。干嘛呢？走。大家好，应聘的请跟我进来填一下表格。怎么那么多人啊？我跟你说过，我找的都是好工作，还说我没经验，现在相信了吧？哦，怎么又来了这么多人啊？现在这个岗位也太火爆了吧！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一下。啊，没有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可以给我一张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别急。真的没等我就走了吧？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用户吗？怎么不接电话？
你没事吧？怎么出这么多汗？做噩梦了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要不要带你去医院啊？出去！我说出去！不识好歹，狼心狗肺，活该做噩梦。严总，这是您一个晚上做的吗？您又通宵了？生前何必久睡？那您也得注意身体啊！这没有好的身体，再多的成功和财富也是没有意义的。死后自会长眠。发什么呆？赶快通知大家，5分钟后开会。好。